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觉，所以没有无明。我们现在有没有都有啦，所以要到那里的无明境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所以没有无明就没有老死，因为有无明就一定会有十二因缘，是一个连带一个，一直无名缘行缘是缘名色缘六入缘触缘受缘爱缘取缘有缘生缘老死。我们了解十二因缘，就是让我们一直轮回在凡尘受苦的原因。我们从真理解脱，所以叫做心经。心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，无苦集灭道。个就四圣地，四圣地可能各位也都有听过这个名词。个它是有三转十二行法轮，就是是相转劝修转作正转。个苦集灭道，苦就是果报，集就是原因，灭也